立法議員梁安琪關注外來人口對社會造成影響，包括外勞對本地員工權益的影響等，質詢當局有些乜嘢嘅措施在解決人力資源不足的同時，又能夠避免外勞帶嚟一系列的問題。梁安琪在質詢裡面指出，正如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報告反映，不少居民埋怨外來人口太多，損害本地僱員的權益。他質詢當局不斷輸入外勞的同時，有什麼措施減少外勞對本澳居民住屋等方面造成的壓力？當局會否考慮制定一套完整的外地僱員社會管理政策？同時會否研究設立相應的部門，為外勞提供心理、生理等社會的支援服務？